市幸运星，现场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幸运星女生好，雨晴好，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股市幸运星，还有我们的小金球，可爱的小金球，小金球。几米大几球？它本来只有500公克，对，本来这样子，然后呢？这么大一条。不过一个多月没看到，就轰起来，吹气球一样。10只橘猫，9只胖。然后另外的一只特别胖。我们来喂食一下哈，那你乖乖在那边吃啊。妈妈讲一些那个妈妈大家想听的，大家想听的 ，OK， 发财的东西给大家。你看他已经饿坏了，赶快吃吃哈。小金球要吃饱饱，我们大家要赚饱饱，这是我们幸运星家族的招财猫，招财猫，招财猫小金菊，吉祥小金菊，小金菊，注意阿布尔金姐，小金菊只要一出现，涨停就会涨不停哦，是啊，而且只要小金球一加持，哦，我们会员朋友就好开心，是啊，今天好，小金球一边在吃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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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样还要狂贺猛贺，恭喜大家，为什么？因为小金球一来涨停就会来啊。哦、那个超猛的那只猛虎啊，本来还有一只小猫，结果嘞、女神回来11月1号开始，它就哇哦发威了。11月1号，叮咚亮灯涨停板。11月2号，叮咚有个亮灯涨停板。昨天3号，3号继续亮灯涨停板。今天4号，还是亮灯涨停板。恭喜大家！哇哦，8033的雷虎，刚、好他也姓雷啊。它是雷金球，对，它叫做雷金球。哎、然后我们这次涨停，Jimmy Ray， 涨停，涨停涨不停的雷虎，对，雷虎再来一根涨停板，恭喜发财！我们看一下走势图，哦，那基本面老师昨天说过了，是，无论是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船，还是医生的最爱的机械 ，Anyway， 你有没有发现？那你有没有发现财报真的很差？那是过去，所以为什么投资人呢？我都喜欢看过去，的我们讲财报来做股票，那过去差谁看不到？只有你看到吗？对不对？但是未来好，谁、啊、看得到？女神看得到。老师，我们帮大家挖挖挖，火眼金睛的帮大家挖出来的这个宝，这只虎，这只猛虎，雷虎，这只雷虎，我们的大金球是好来，雷虎4天4根涨停板，是的，已经从2字头21、22、23、24、25、26、27、28、29，今天已经来到了30.1了，是的，恭喜发财发大财，我们的小金球吃饱了，吃饱了，好，我们就把吃播收起来哈，他来帮大家加持哦，他嫌我太吵。小金球他来帮大家好运加持，是财运加持，是接下来所有的观众好朋友，你们大家通通都要旺旺发咯，是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了雷虎4天4根涨停板，2字头飙到3字头，是这21、22、23、24、25、26、27、28、29、30、30.1，叮咚叮咚，10张10万在你家，恭喜发财，记得赚大钱，捐小钱，那也就是说你看我的节目4天都看，你就赚4根涨停，3天看而已，你赚3根涨停，2天看而已，你也赚2根涨停，不小心你昨天看到，你今天还是赚涨停，锁你52010张，恭喜你，你有福报，恭喜发财发大财，我说过有财也要有库，是啊，老师尽量灌财给你，库你自己准备，那赚大钱捐小钱，一切要往好的方向想，福田要自己种哈，是的，多种点福田，今天啊，我告诉你这个大盘是不是开盘就杀100多点，133点，先杀、你还在看大盘，把我气死。结果你看尾盘拉成什么样？是啊，啊雷虎七早八早就啊跟你锁起来，锁起来，锁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们讲的，跟着阿妮可走，跟着女神走，才会自然有。对，那最近最 hit 的除了无人机、印钞机之外，还有一种鸡。真的，那另外那只鸡哈，女神女神，我在后面你都忘了我了，我们的小金鸡，小金鸡3406的剑鸡，这个很好玩。我回归的第一天，因为大家知道剑鸡是我养的。在中秋节女神送给大家的大礼，那时候小金球才500公克，那时候小金鸡也才那小小只一只而已，对啊，我也跟大家说它会生金鸡蛋，然后那时候呢我们
讲的小金鸡狂飙八根涨停，对，那时候还不过才20块，宏基集团小金鸡，这个你去我首页看就知道都有，哎，老粉丝、哦、老朋友都知道，老朋友你都知道，我们的小金鸡喜欢会飙的股票，喜欢会涨的股票，飙速度，飙获利，对，飙、啊、涨停，飙起来不要不要钱，我爱钱，大家都爱，你爱我爱，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钱可以让你家庭幸福，钱可以让社会安定，懂吗？没错，所以今天呢，不只是我们的印钞机无人机四天四根涨停板，连小金鸡3046的建机也追上来喽，对啊，后台的粉丝都说老师你回来了，建机是不是又要涨停了？哎，来了来了，叮咚，亮灯。涨停板，那只有这样吗？最近其实啊，我们讲除了这些印钞机、还有之外，小金鸡，我跟你讲，阿基啊马来啊，基啊今天也发作。今天投资朋友在问我说，老师为什么基啊这种烂公司为什么会涨停板？我看一下基啊，阿基啊烂，阿基啊今天是七早八早就锁起来哦。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今天七早八早？很多人就说，老师那个基啊那么烂，为什么砍掉它就涨停板？嗯，来。基亚是谁的妈你知道吗？基亚是谁的阿纪你知道吗？对啊，大现在都不喜欢人家叫妈妈，出去不要叫我妈，叫姐姐，叫姐姐，好，姐姐，嗯，基亚是谁姐姐你知道吗？是高端疫苗的姐姐。高端疫苗今天是9点开盘0分0秒直接叮咚，所以他半夜突然宣布通过 EUA， 好邪恶哦，因为他保存期限快到了，在到期之前哦，见你没人知，所以今天9点一价到底，直接七早八早。那说实在的，小孩都莫名其妙的突然涨停了，你说季亚能不涨停吗？所以季亚就直接锁起来了。那生技股财报不好，那叫理所当然，因为那叫梦想股。对，美梦股。你说老师，你看好基亚或高端疫苗吗？我没有看坏他们、欸、因为其实他们后面有庞大的力量，钱的力量在加持，这个力量最强大。所以我说好跟坏是人类在分的。我跟你讲，什么事情都没有好，没有坏，没有黑，没有白，是因为人类，所以老子才会说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是你说出来的道，说不出来的道，那才是真正的王道。如果你要钱，就跟钱走。不要又要钱又估摸，要这个要那个，我又要好又要怎样又要怎样，我保证去基北去，护国神山台积电想要北去，当然好啊，有一点不好啊，股价不好，就是股价不好啊。啊，你到底是要来做心酸的，还是要来赚钱的？你自己想一想看。我的节目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无助身心，而且非常智慧。对啊，知识与智慧结合，没错的，我们讲的优质节目啦，吃播节目。小金球吃饱了，吃饱了，吃饱去游山玩水了。对啊，我就赚钱给他买光光。欸、吃饱了，他就开始活蹦乱跳了。是的，所以说股票也是一样啊。啊，当他好那个酝酿，吃饱啊，对，酝酿，然后大人里面的人吃饱啊，大人吃饱了，他就活蹦乱跳了、啊。举个例子来讲，好，资安五阿哥，哎呦，那不得了哎、欸，这五阿哥。你砍砍，从大阿哥开始，已经将近90个百分点了。对，89个百分点，今天也涨啊，对不对？然后呢，二阿哥，哎、欸，不遑多让哦。那个大阿哥喘一下，二阿哥就拉涨停，哎、欸，马上跟上来哦。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过牌子，这个牌子已经八月涨到现在了，一字不换，一字不漏，一字不差。二阿哥就是3356的奇偶啊。对呀、啊，啊，大家都在怕战争啊，无人机有没有连标四根涨停？雷虎四根涨停板，四天四根。啊，保密防谍的监控有没有？资安。五阿哥有沒有，大阿哥涨了90个百分点，对啊，二阿哥现在冲上来了，对啊，奇偶嘛，今天也叮咚了，叮咚叮咚了、啊。昨天跟你讲的时候有叮咚吗？所以我就你多看我一天节目，你多锁一只啊。是啊，啊我有盖牌吗？实实在在啊，八月到现在就是我总不可能八月盖到现在吧？都直接公开，你看到了吧？你赚到了吧？去首页小老鼠 HAPPY 1788，小老鼠 Happy 1788，你去看，就是这五档一字不改的。对啊，然后呢，女神。那个小阿哥，我昨天说小阿哥会到2个铜板，今天立马来到2个铜板。女生开金口之后啊，今天一早就来到2个铜板，就二字头了。对，我说过我的股票不要用追的，你可以拉回再去买。尾盘它还有大单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哦，铜板股大家最喜欢做当冲、隔日冲。哦，今天来到13953张的量。那我说，如果你钱少少，你可以高卖。低进，要会懂买来卖去，卖来卖去，一个原则，你怎么买袜子，你就怎么买股票。
买便宜的好东西。你去菜市啊，三箱一百，啊，去打一箱三百，一模一样，就问，我要买一箱三百。No， 我较嗨，我要买三箱一百。很美，啊，就这么简单，你看多么有智慧。懂了，你一听就懂了哈，啊。有智慧你就赚得到钱，所以你就可以从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赚到二十，今天20.3了，恭喜发财！而且这一个已经涨幅35%了。对呀，啊，这样的涨幅，我们看一下图卡，你看看，虽然五阿哥本来普安跑最后一名，结果经过我给他点名之后，加持之后，现在跑第三名。嘿，幸运星女神只要清点之后，点完加持完之后，而且凶哦，阿拉彪哦，第一名还是大阿哥。嘿，金瑞第一名，第二名呢是谁呢？就我们小资安森哥哦，森哥，森哥，我的森哥啦，森哥哥。嘿，第三名是资安，小普安，小安，小安。第四名是偶哥奇偶，今天量涨停。OK， 那最后一名目前是三阿哥生态，你要加油哦！哎，搞不好你看女生七点哦，下个礼拜你等着看轮流跑。好，他们是轮跑轮跑，因为资安其实除了战争概念股之外，它也是一种保密防谍、保密防谍类生技股。啊哈，因为家里有谁家没老人啊？对哈，家里头你现在都会装个，最好都不会老。家里如果没老人，总有小孩吧？啊，对啊，也是会装监视器哈。对啊，你最好不要生。那家里没有小孩，你总有宠物嘛？我还以为还会有那个什么，嗯，总有阿飘是？不是是哦，小三小四吗？没事没事，现在啊，到处哎，老公吼装那个监控吼，防小王，你知道吗？啊，老婆装呢，装监控啊，防小三，你知道吗？所以说，治安真的是人类活得真辛苦。哎呀，真的从老到小，业障真重啊，但重点。也是资安，他们需不需要？都很需要。是，这是未来的趋势，所以他们就一直步步高，步步高，步步高。OK， 这都是女神从八月份分享到现在。看你要赚3%，赚10%，赚20%，30%，40%，59%，随便你赚。通通有，通通有，有福报都赚得到，在首页通通有。小老鼠 HAPPY1788，女生是无私公开，直接放在首页里头的哦。对啊，首页的金银财宝很多挖不完哦。啊，雪红阿姨家的那个打群架的，继续打哦，继续打到鼻青脸肿。我们看一下雪红阿姨。威盛今天也创高了，我们就不要看 K 线了。宏达电今天也创高了，位数今天也创高了，出奇蛋今天也创高了，好甜哦。那威风电呢？今天基本上大涨，也冲上来，反而后来又居上。对，啊，为什么它今天突然又拉上来？我们看一下。嗯，你看这个威风电哈，基本上是我们讲的威盛集团，嗯 ，Top C Only One。哎呦，女神最爱的就叫做 Only One， 像无人机 Only One 就是雷虎嘛，哈。对，啊，这个威盛他们家的 Only One， 苹果未来是用 Type C， 全部同意了。苹果蛮邪恶的哦，如果你的机种不够高级的话，你的 Type C 支援的系统哈，说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大哦，抓不紧啊，充电呢。哦，充很慢，充很慢，少了好几条线，充了几个钟头才充3%5%呢。那如果你的手机比较贵，它附的就会比较高阶的 Type C，嗯，这样了解吗？懂，一分钱一分货的意思啦，哈。那我再拉回来啊，威风电，那威风电也是我们讲的威盛集团里面的叠升概念股哦。那我昨天也讲啊，像这种。哦嗯，这种已经打到卡倒户的股票啦，就可怜八几块你买卖啦，啊，即马100多块给它卖喷给你看，你看，从600多块跌到现在600要不要不用，500要不要不用，400要不要不用，300要不要不用，200要不要不用，好委屈哦。对啊，就是这样，老师给你的就是这样的股票。对啊，这女神清点的耶，女神为什么要去走访民间去挖掘出这些好东西？啊，这些好东西就是因为它有未来性，它是未来通通都要统一规格了啊。接下来呢，威盛姐姐家，雪红阿姨家就这一支好不好？是，就这一支。所以说它。都分享给大家，我都没有盖牌啊。今天也追上来了，是不止威盛集团打群架，都会涨的啦，都会涨的。你放在首页的那个大哥大集团，对，大哥大集团，大哥大集团。我昨天不是说1347关键密码？你知道今天谁最强吗？谁？三号哦，三号，三号有个威风的。哎呦，加了五风哦。他那个三号做的真空镀件，而且这个真空镀件很好玩，它可以防电磁波。电子波，基本上我们讲这个大哥大集团呢，老师也只选几支而已。那下礼拜有机会动，因为它连续2天都拉尾盘。哟，斜啊斜啊哦，斜啊斜啊！现在威盛集团也是老师市场第一跟你讲哦，我第一天回来就讲威盛哦，没错，天天涨停，它今天还在创高哦。是的，我第一天回来就在讲无人机哦，是印钞机哦，天天涨停哦，4天4根涨停。我第一天回来也跟你讲，资安还没涨完哦，然后跟你讲小资安会变成两个铜板哦，来喽！大资安哦，会一直波波高哦，90%都不要丢哦。你有没有发现？是，
然后好事就要发生啊！接下来就是轮到那个大哥大集团，最大的大哥大集团，华信集团也是，也就是建筑炒杂，就跟大家分享看到了，也都赚到了。嘉联一两个涨停板了哈，当然盘势会越来越棒，然后所以大哥大必须要给我出来。大哥大集团当中，一共就手指头数得出来，就那几档女神清点在首页。对，其实大哥大集团他们相关的个股啊非常多，但是女神就只挑那几档。对我。他如果台股来讲上百档有、哦、那老师只挑几档就手指头数得出来，我的手指头不用加你的好，那数出来之后我说1347嘛，对啊，今天三号，那今天三号有过微风，他是真空镀件大厂，冲了最大的股东就是这个大股大 OK 你自己去看，然后他做的真空镀件还可以延伸到太阳能薄膜制程跟设备、嗯、大家知道现在齁光、嗯、缺、啊缺什么、uh-huh. 缺能源哦、oh. 所以我们讲一减二狗黑蒙拉减三口就是大哥大爱做的事、oh. 那一样老师放在首页那个都还没涨好没问题要不要你赶紧去看去首页去首页小老鼠 HAPPY1788 小老鼠 HAPPY1788 直接搜寻免费加入在首页金银财宝都在里面大哥大集团到底是哪一个集团而里面的关键密码1347七女生已经点出来了今天三号已经先冲出来了三号是下面人自己去看小老鼠 HAPPY1788 幸运女神来驾到涨停立马来报道8033的雷虎三天三根涨停板大自然3454的精锐飙出88%同时女神无私公开分享不论友达集团国巨集团华兴集团威盛集团之后全新接棒的集团老大究竟是谁放在 Light 群组首页小老鼠 HAPPY1788 小老鼠 HAPPY1788 股市幸运星 Light 生活圈直接搜寻免费加入去首页你就知道谁是集团老大咯小老鼠 HAPPY1788 好所以呢大哥大集团你找到了吗大哥大集团你看到了吗、嗯、那个关键终极密码三号你看到是谁了吗还没看到还没加到还没找到的赶快扫 QR Code 最快速旁边的 QR Code 扫起来或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 直接搜寻免费加入去首页看大哥大集团重量级集团到底是哪个集团昨天有加的齁今天都有杀你都可以现买就现这样因为他们今天又有甩尾很邪恶哦你还在给我看大盘不要啦想什么去看首页比较快比较实在啦好不好赚钱就是这样真的你懂得赚自己的被动收入没错、OK? 你看女神清点的哦不论是从我们的这一只哇哦猛虎四天四根涨停板是8033的雷虎哇哦好威风哦、哎、啊紧接下来呢女神有没有告诉大家从八月份涨到九月涨到十月涨到十一月它就一路涨到现在涨它就是只会涨拉回整理一下又上去又上去又上去自然五阿哥89%啦嘿啦会员有没有五号订购机啦吼大家都有吼都有赚到然后恭喜发大财咯啊然后你看小安安的今天也冲上来了啊好不好赚一字头到二字头了哈对啊色飞镖你都有三成的恭喜发财啦雪红阿姨家有没有涨不停色飞镖连那个最后公开给大家微风店也都冲上来了、啊、有没有百元俱乐部我跟你讲百元俱乐部会比较慢因为一般来讲高价高价大家会怕慢一点但是女神我接下来想要继续请教您了再来今天有一只喜鹊虽然它长得有点胖、啊、它长得比较像大金球几个亿几个亿的大金球嘿啊一宅啊嘛才哥才哥一过来一过去的才哥才华集团的才哥嘛嘿才华去困个一去个硬到睡不去这是真的去到那个 Musky 硬到要气死 Musky 你知道吗马士基最大行商全球最大的行商啊、嗯嗯、昨天有航运股的、嗯、昨天应该都破胆因为他突然放利空嘛是、啊、马士基丢一个利空大家都吓他屁屁抓怎么办怎么办股票先砍再说对啊先砍再说啊！我早就跟你讲你最近要把利多利空当利多利多也要当利多为什么啊？台股都跌6000点你还利多当利空啊？利空又当利空啊？你就都转空啊汤啊汤汤汤汤那因为你看到6000点所以你眼前就是一片眼前就一片黑暗、嗯、上帝帮你关一扇门你就应该往那扇门冲吗我就跟你讲女生帮你开窗了那个窗无人机那个窗资安那个窗威盛集团打群架不管是威盛或是嘉嘉华兴华兴啊国巨我是不是都给你了对啊我哪里叫你去钻那个门啊对不对我们讲山不转路转路不转
啊，钱钱自己会去转，对啊，啊就会扭转乾坤了。钱是会滚动的，钱如流水，不是死水啊，懂吗？懂。好，那我们再拉回来。所以严董，严董呢，这只喜鹊就来报喜了。他说：“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去看，看那么坏的。”对啊，哎呦，来，我讲严董之前，我们先看长荣。大家都有的，对，这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女神啊，我给你看女神，好啊，长荣现在是不是先杀再拉？因为听到马士基爆利空，他就先杀。今天过几多了，金价没弄摇起，砍在133，收在139。哦，好，我们再看一下 K 线。好，好，我们可以看得到长荣是不是有减资？对，减资之后，我跟你讲。大盘跌，说实在的，以它的幅度来讲，它几乎没有跌，它是做一个横向整理。对，这是第一步。啊哈，捞底的是谁？我告诉你，外资。Uh-huh. 还有捞底的是谁？这个人叫做投信，他一开始就买了快7000张，哎，这一张不是便宜的，而且他买最贵，买180几，要死也有人帮你垫背，你懂吗？好，那我再拉回来。好，我们再看看他的财报，我只拿龙头来跟你讲。好，毛利69%，很高哎，很高哎，挖金矿，很高哎。好，那么我们既然讲 ，Musk 有说最近哈营收比较差，所以成长跟去年比才增加2%。好，我们看第二季的 EPS 8.49，就是上半年为止。好，那再来，也就是代表说这一整年下来，它的 EPS 80块、70块跑不掉。嗯哼，到这有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更何况，其实我们讲第四季才是旺季啊，任何产业第四季都是旺季啊，包括殡葬业。懂吗？好，我们再拉回来，因为有 Merry Christmas， 对啊，有感恩节，要买礼物送礼物啊，是双十一买到剁手手啊，你要不要买 啊？是不是要拉货？对啊，都要拉货。双十一 Merry Christmas， 感恩节还有 Happy New Year， 对啊，所以现在这些船一直在出货，那个窗已经打开，一扇一扇窗打开了，你不要在阴暗处，我们要赚钱。懂？好，我再拉回来。根据老师的估算，稍微精算一下哈，基本上长荣的流动现金，什么叫流动现金 ？cash，cash，cash， money money 现金啦，啥都可以用诶，不用像不动产或是我们讲的类不动产这样子，啥都可以用诶，我们讲的现金已经超过它的净值哦。我那不能股东，股东啥变给来，都可以拿到满手钞票了吗？那很好玩呐、啊。那当初老师300多叫你卖的时候，你为啥不卖？减资60%之后，只剩100多，在卖什么？对啊，我觉得他物超所值。懂。我跟严董是一样的，结果严董这个人，真是大手笔。是哈，他买了多少股，你知道吗？不知道。听清楚，一后面3个0，个十百千一千万股。一千万股不是一千股、哦，一千万股库藏股，一千万股是什么？今天成交量才4000多张，一千万股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万张哦，自己去买一万张哦。嘿啊，啊奇怪吼、哦，啊严董，嘿，咱讲实在话，嘿，你想哪吼买320几块的时买一千万股，啊，你想哪才想要买？嘿啊，我就跟你讲啊，物超所值、啊。不论是买袜子还是买股票，你就照巴菲特，就照严董的方式去做就对了。买物超所值就对了，你不要被 Musk 骗了，这样就对了。懂了，这样是不是低风险高获利？是，啊、简单、哦。所以你说有没有智慧嘛？懂了，对呀、啊，啊，你就跟着大老板的智慧走就对了啦。那你看今天严董的有没有涨停？是，有没？那买1000万股还能不涨停吗、哦？台船没涨停，长荣、阳明、万海哪档没涨？真的挡挡了昂吉吉呢，所以整个航运族群只要一上来，成交量就出来。哦，难怪今天有量出来，今天1700多亿的，前几天1500多亿而已嘛。我讲人气股哈，不是只有套牢的人气，还有那个当冲隔日冲的人气。哦，冲来冲去。对，要冲才有量。我们欢迎大家冲冲冲，我们一起来拼台股，拼经济。台股成交量有出来哈，哇、哦，来画一个圈，好不好？好，来这个好啊、好球衣哈，好球衣号了。所以说哈、包括严董实施库藏股，在积累时阵，库藏股下去，股价就开始往上走。所以老师昨天有特别讲，我昨天给你暗示呢，暗示，我暗示说你要开始去留意哈，某一些库藏股，尤其是那个砍一节、砍两节、砍三节、然后实施库藏股的你要留意。我跟你讲那些懂的，
棒的啦，遐好野人，啥物都食，就是不爱食亏。知嘿啦，无俗，不爱买。真的，他怎么花那么多钱买裤长裤？不是吃素的嘞，当然不吃素啊。来，所以4966的普瑞 KY， 我举个例子再给大家看。好，因为这个金额那么大哈、嗯，我们就直接看。好，来，欸、这档有没有够可怜？好，怎么跌成这样了、啊？那我跟你讲哈、哦，那个2000多块，为什么2240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他们为什么不去库藏股？那我讲到元宇宙，是不是讲高速传输晶片哈哈？这种东西要用到喷的，你知道吗？哦、你传输不快，你什么元宇宙？哦、你想太多、哦。好，那你看有没有打两只脚？是。然后呢，嗯、我告诉你，第一步就放利空啊，那一天给你摔跌停。嗯、然后呢，隔一天再杀一下，然后就隔一天再涨停。嗯，为什么你知道吗？嗯，库藏股。哦、所以你要开始去留意哈，因为这是很高价的股票，是600多块的股票。老师来帮你举例一下哈，我举个例子啦哈、嗯。那基本上大家去找寻、嗯，现在公司法人们开始去库藏、嗯，因为他跌得很凶悍嘛，2000几块了，到剩600块、500几块，好委屈哦。都下市的后啊，又不是什么烂公司，哎、欸，这么有竞争力的啊，他们需求这么高的公司，啊、就股价跌得这么委屈 啊， 啊，老板都看不下去，库藏股来了。对啊，这个基本上就是 iPad、MacBook， 那因为 iPad、MacBook 第四季会开始量产，啊、而且新产品会出来，所以高速传输界面的供应商第四季，我说第四季哈、嗯，那吃三星 LG 又吃 Apple，、嗯、结果股票从2000多跌到500多，好可怜。你说如果你是老板，你会不会去给他库藏一下？库藏一下，会不会气到那样？哎呦，肠子都快断了。就像我们严董一样没？啊，就是被阿强啊趴，然后又有那个外国人在放利空，好让他们自己再买啊、嗯。所以大家可以开始去留意，好、嗯哦、有关我们讲低档放利空的一些。这些标的，对，明白，然后又开始实施库藏股了哈。是的，好，所以好朋友，来，女神都已经帮你解完了啊。重点就是你必须要知道接下来未来的方向。现在年底到了，除了这些哈有喜鹊来报佳音之外，啊，有利空的话你要去留意。女神说了嘛，那个集团大哥大最近利空也是一大堆啊。对，11月10号之前财报利多会出来，嗯哼，所以听清楚，未来利空，嗯哼，也会是利多，是利。看到利空，你要把它看成当是利空。未来是利多，财报出来很好，那也叫利多。好，因为台股已经跌了6000点，跌一年了。然后集团大哥大今天已经连续拉2天尾盘、哦。这个集团大哥大，他的集团遍布台股，不管是上市或上柜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如果大哥大一出手，这个盘就不错。明白，大家不要再老是看着护国神山，还爱谁打国、啊？不是护国神山的那个集团呐、啊，是另外一个重量级的、很大的重量大哥大。他们呢正在打群架，小的先打上来。今天三号，所以我昨天说1347嘛，今天3号，三号已经出来了。然后今天最后一号哈，7号超夸张，杀到你不行，再拉到你不行。真的，到底他是那个也是 only one 啊，自己去看啦，有关折叠机的 only one， 可挠式的。折叠机可挠式，那可挠式以后放在小背包里面，小小的。嗯，我们讲包要小，嘿，啊，手机也要轻薄短小。对，这是未来趋势，苹果也会走这个路线。先告诉你未来，好好 好，所以你去自己去看哈，在首页那个大哥大集团里面的那个第七档哈，就是女神刚刚讲的可挠式的，好做那个的 only one only one 哦，好自己去看，我还是看好1347的，小老鼠 HAPPY 1788的，小老鼠 Happy 1788，小老鼠 Happy 1788，右方的 QR code 自己扫起来，去首页去挖宝，去看这个大哥大集团到底是哪一个集团啊？那个里面1347到底是谁？女神都帮你点出来了。小老鼠、Happy 1788，再次感谢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和好朋友做的分享，感谢幸运星女神，谢谢雨晴，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不要忘喽，幸运之星在永诚，荣华富贵跟着来。老师祝所有的投资朋友操作顺利哦。幸运女神来驾到，涨停立马来报到。8033的雷虎3天3根涨停板，大自然3454的精锐飙出88个百分点。同时，女神无私公开分享，不论友达集团、国巨集团、华兴集团、威盛集团之后，全新接棒的集团老大究竟是谁？放在 Light 群组首页，小老鼠 HAPPY 1788，小老鼠 Happy 1788，股市幸运星 Light 生活圈。直接搜寻免费加入，去首页你就知道谁是集团老大咯，小老鼠 Happy 1788。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